业，我也这一年好像今天第一次工作。最近还有在梦到有的老师，他在跟我挥手，然后就往身天上飘上去。所以那一次之后，我就告诉自己要释怀，因为他应该过得很好。但是我每一年都会去，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忘记小珍的美好，还有她的舞蹈。我不要因为时间淡忘她，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觉得说，她已经上天堂，应该在难过。但是，哎，毕竟是20年的交情。我一直很不舍得，因为太年轻了。对，是啊，而且以前都很常联络，突然这一年来就没办法，就很感伤，对不对？对，像我感觉有少了一部分。嗯，对，因为我相信以前你们也有拍过我，他跟他在走路啊，喝下午茶，他就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人。然后做什么都会想到我们。对，那姐这边有试着跟新龙哥联络吗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新龙哥我跟他比较不熟。对，我是跟小珍比较熟，那跟刘妈妈他们都有。嗯，我相信小珍妈妈的痛苦会更大，刘家人的痛苦会更大。那有去看望妮妮？嗯，这个因为不是说我们可以要看就可以看。对，这个是他们家人私下的问题，我不想要去做任何。那刘妈妈还就是心情有比较平复一点？有，有越来越好。嗯，有越来越好。刚开始真的，刚开始真的看了很心碎啊。嗯，我觉得刘妈妈也是有慢慢在恢复。对，多多是可以吧，我觉得应该要。有的，我们之前都有去过，会到庙里去，就是烧一些纸莲花。前两天有去，给烧成，这我可以做的这样子。每个月还是什么都会去庙里替有的老师祈福这样。他都会跟菩萨说些什么？好好，好好吧，待在身边休息。嗯，让他一样是漂漂亮亮的。我相信他是最漂亮的仙女。